范爷这一刻也感动到泪流满面。随后何炅、李玉等圈内好友也都纷纷转发微博送上祝福。前两天和陈冰一起撸串的何老师还爆料，节目上李晨拔河结束后，范冰冰偷偷为男友揉手，狠狠补了一把狗粮。其实从2015年5月29日陈冰在微博公开恋情，两人就一路恩爱到停不下来，一起上跑男。一起上康熙，陈哥大谈上一次亲密也是坑哭了你冰。那你们最近一次做是什么时候？没有排练到这题吗？想这么久，难道是8年前吗？我那时候还没在一起。我从澳洲回来以后，你真的很认真的，他真的在想。之后两人同台出席活动，从来不撒手，跨年晚会上深情对唱虐狗。爱上你天天天天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该不要谁和我对齐，爱若让人患上记忆，只因